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首爆红的歌曲《爱的供养》，这是杨幂演唱的一首歌曲。2020年8月11日，凭该歌曲，杨幂获了第11届 GTV MTV 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。期间各大音乐排行榜上新人手机铃声下载数字，更是创造了歌曲搜索排名冠军，长达近半年之久，成为2011年上半年内地传唱度最高的热门歌曲之一。杨幂的逝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童年回忆，伴随着我们的青春。如今婚姻出现了问题，分开是最好的方式吧。在天籁之声的舞台上演唱的这首歌再度唱红，费玉清绕梁三日的清亮歌声受到全球华人男女老少的欢迎。他唱红的经典歌曲很多，趁这首歌时又火了，你来听听怎么样？我用尽一生一世